地互动沟通节目，我的校友是明星，有请节目主持人马东马蒂。本栏目由飞科电器独家冠名播出，用心科技，用心生活。本栏目由宝岛车业特约播映，感谢由飞科电器特别提供的奖品。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样子啊！我小时候一般是坐在第二排，你呢？我小时候坐最后一排。为什么啊？看见有第一排、第二排的同学起哄啊、打小抄，我就报告老师，有人捣乱。你就是叛徒。非常高兴啊、大家又来到了我的校友是明星。哎，今天现场我们请来的新的校友、新的明星到底是哪一位呢？来，我们看一看他的照片。这个照片太奇特了啊！看这么一个样子就知道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。现在四十多了，现在四十多了是吧？啊，那这个人呢，一个特别大的爱好啊，就是爱跟人打架。哎，这个不管是因为什么事儿，反正都是以武力来解决，而且最大的特点往往是打不过人家。打不过人家的时候呢，就回班里面叫自己的同学，叫自己的同学叫不来的时候呢，就跟自己的同学撒泼打滚，告诉人家说你们到底是不是我哥们儿啊？你们要是我哥们儿，怎么样？你们要表示一下，我你我得表示一下啊，表示一下是我的哥们儿，就拿你的头撞树。大哥，我就跟你了。这个消息未经证实，所以今天我们要请他到现场来证实一下，以头抢树耳这件事儿是不是真有其事。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明星校友黄健翔。有请。现在是天津卫视的主持多档节目，所以这个现场你并不陌生，但是这帮孩子你应该是没见过。肯定没见过。嗯，这不会是你啊？啊，不是，跟你没什么关系。没这么多，没这么多，跟你没什么关系啊。这些孩子都是您的同学，是您小学的同学。哦，你还记得自己小学在哪儿念的吗？你念了16年的小学。我念过两所小学啊。两所小学。对，我一年级、二年级呢在内蒙古念的啊，然后三年级呢转到南京。嗯，南京市鼓楼区丁家桥小学，据说这是一个百年名校。对，我前年参加了这个小学母校的校庆。就是像您这样念过三年的人家也让您回去参加校庆。对对对，我们那会儿真是宽容。我们那会儿小学只读到五年级。嗯，五年级以后就升中学了，那时候就没有六年级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后来改了六年制。刚才我们看了你一个这个站在那儿叉着腰的那个照片，我估计你也有那样的。您那是什么年纪留下的？那个实际上可能是到南京之前照的，就是在内蒙。对对对，但是让我找这个小学时候的照片啊，确实找不到太多。这个可能应该是一二年级，哎，五六岁，顶多是一年级七岁。那这些同学呢，都是来自您的那个母校丁家桥小学，是吧？那您跟这些同学介绍一下自己，同时跟大家说一说当年您是谁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黄健翔，我1977年到1980年就读于南京市丁家桥小学，我是你们的学长，欢迎你们来到这个节目。1977年啊，我也隆重介绍一下这个节目的主持人，哎，马丁啊，马东啊，丁东子啊，丁东子啊，作为今天这个课堂的两位这个见习实习代班班主任，过了瘾了吧？这过了瘾了。哎呀，童年就小时候都想当班主任来着。对，而且我们刚才介绍你说你小时候以打架斗殴为生，有这么说吗？这不可能，是吗？我三好学生，我要打架斗殴怎么能评三好学生呢？校外打呗。校外打？对，也不大可能。有没有什么就是出去打不过人家回来什么找同学帮忙，人家不帮你拿头撞墙什么？说这些？我拿头撞墙？是你要求你的同学拿头撞树？好像是。有这？那说明我的领袖能力很强啊。这没问题，但有没有这个事儿？我完全不记得了啊，不大可能，不太可能。要撞树也是他自愿的。哎，你知道，就像这样的节目一般都会
比较刨你的老底儿。对, 对, 对。然后都会请好多，你知道啊，就是说话要负责任啊，万一一会儿被证明了，这事很麻烦的。这个吧，童年的记忆吧，有的人长大之后就自己给演绎了。哎。哎对，这个这时候心里已经晃范儿了，对对对，不，开始发虚，是吧？你多少年没回过你的小学？我前年啊，母校是一百多少年校庆啊，一百一十年校庆，110，谢谢你提醒。然后正好我在江苏录节目，然后呢，校庆办公室的老师也不知道怎么找着我电话了。哎，我就去参加这校庆，见到当初撞树的同学了，没见着同学，而且没听说有撞树这件事儿啊。我估计你是当初的同学都不记得长什么样。对，除非是那个，跟我们家住在一个大院里啊。虽然小学打过你的，或者你打过的。虽然小学毕业了，但是呢，哎，是邻居的。虽然上了不同中学，但是还能见着的。不用找理由，忘了就是忘了。好多就不记得。你回头看看照片，哎。啊。这都谁呀、啊？我在哪儿呢？前排中间两个老师中间那个是您吗？不，那是我们班主任的儿子，这我记得。啊，您在什么位置？我现在得先找我，我在哪儿呢？这里有你们，这是你们班的吗？是是是，我有，后排第三个，我数第四个，第四个啊，后排左手第四个歪着脑袋那个就是我，那个是哈、啊。对，哦，所有这些同学里，你想见谁啊？现在这岁数了，我。就是到了这个见一面少一面的这时候，不是意思，我都挺想见的啊，我都挺想见的。不想见谁啊？没有什么不想见的，都挺好的。你确定吗？啊，这里的真的没有你不想见的？没有。这样，让我们掌声有请黄健翔的神秘同学，有请他们。你好，你好，来，你好，你敢认得我是吧？不是，建翔先说这是你们班的吗？我真不敢认，小你看那会儿的模样跟现在这模样都肯定没法往一块想。那就是随便，我们其实随便找俩人了，也可以说是你，没错。说名字你能记住吗？能想起来吗？那得说一说。您贵姓？我姓周。周。我也姓周。周也姓周。这位也姓周，姓谢，谢，不是，咱们这节目是找对人，这仨不是林依轮的同学啊，要不这样吧，啊，要让黄健翔认识，不，我得在里边找找，那个第二排女生右边数第二个是不是你啊？是不是你啊？那个是黄玲，也是那个。啊，黄玲，得了，甭猜了。啊，您说说您，实说名字，您名字叫？我叫周丽。周丽，周丽，到我们家去过的。到我们家去过的，我真的是有这个选择性记忆删除，没办法。这位呢？谢小玲。谢小玲，那是这里边哪个呀？哇，这个建翔，我这是第一次。对，这叫女大十八变啊！那是那是。十二岁时候的女生，跟长大以后完全不一样。完全不一样。那边那位女生呢？这没有，我不是你同学。连了一起。你不是我们班的，你不是我们班的，你来干嘛呀？我不是足球队的吗？足球队的。足球队的，我比大家都足球的吗？比我大的，大一岁的足球队的。啊，我只记得大帅，别人记不住。我跟大帅一起的吗？哦，你跟大帅一届的。啊。哦，那肯定。那可能跟他们一块踢过。对对对对对。你跟我踢过的球吗？是吧？那时候坐板凳，三年级、四年级打坐。黄健翔当时踢球是什么样？黄健翔踢球，我们打主力，他坐板凳，他比我大一岁。到五年级以后，哦，他打主力了，我也是主力啊。他那我五年级了，你应该毕业了。毕业了，你四年级的时候，我不是在五年级吗？你开始正式打比赛了，哦，正式一线队员了，是吧？你忘了吗？不记得了。您说一下您的名字吧，这样他能。我叫周斌，是他哥哥。你忘了吗？哦，黄健翔是小学同学，彻底记不住了啊！我们看看小学老师能不能记住。老师就是罗翔旁边是数学老师陈老师嘛？对。然后那个李老师，班主任李老师，然后他们两个中间是李老师的儿子嘛？对，对吧？对，这个我记得，因为前天校庆还见到两位老师了。是吗？哎，前天校庆回去两位。戴眼镜那位是谁？戴眼镜的是当时的校长，谢校长，谢校长，谢校长。哦，姓什么我忘了，但是当时的校长我还记得。他教过我们政治。对对对对对，有可能。那来吧，咱们就来吧。我们有请黄健翔的班主任李老师和数学陈老师隆重登场。李老师，哎呦，啊，你好，你好。
陈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叶翔，哪位是李老师？哪位是陈老师？这是李老师，这是李老师啊！这回都能是对对，因为前天还校庆，前天校庆还见过，而且就是我们小的时候，老师们已经是这样了，他不会改，不会变。你让李老师和陈老师说说，我记不得小学同学的模样，是不是可以理解？我们那会儿十二岁的时候，都还没发育呢。发育之后的样子跟那个小时候的样子，有的人变化很大。哎，比如说脸部的轮廓呀、颧骨啊，是吧？尤其女孩，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，是吧？哎呦，李我们小学毕业的时候没见过他们长大了的样子。李老师，那好看，好看，比小学，你看比那照片肯定好看多了。那这是我们去前年校庆的时候在一起照的照片。李老师，黄健翔小时候什么样？他小时候啊，是挺聪明的。在我们班上毕业班，这个毕业以后嘛，我们班就他一个人考去男子附中。那说明他学习不错。学习成绩是很好的，觉得。但是呢，也挺调皮的。不知道黄健翔还记得，就等于是他下课以后，他第一个抱个足球，就往那个校园里面冲。他为什么？他要急着去打球嘛。先去占场地。先去占场地。过后呢，铃声打了以后呢，他还不进教室。所以呢，他就是老迟到。上课迟到。上课迟到嘛，我就叫他罚站。您现在是客气，其实您当时就是恨不得劝他回家算了。而且呢，什么东西？还不止一次。那么淘气啊！当然了，您那时候都忘掉了，是不是啊？他有点不服气呢，当我批评他。我只记得自己的好，嗨。你什么科最好啊？我忘了我什么科好。他数学老师在这儿啊。您给证明一下。他当时批评他的时候还有点不太服气呢。不服气是吧？歪的小脑袋，歪脑袋，照片上面养的。就是这种现象吗？建翔，你这个脑袋什么时候正过来的？当时是梗梗着，对，就梗谁都不梗，小婆不服那个，谁都不服啊。还有呢，我还记得的呢，写周记的时候呢，很痛苦的事儿，他的内容都是踢足球，永远是足球。都是内容都是踢足球，所以呢，后来呢，我就跟他家长也，找过家长，这是我记得啊，这是我记得，就是为踢球的事儿。人家同学都写一个什么难忘的一件事儿啊，难忘的一个人啊，他就是你就是一场球，我老是不是踢球就是看球啊。但是反过来现在想，一个孩子小时候的爱好真的决定他未来成长以后的方向。不知道他现在蒙着了 D 和 S。 所以呢，他通过教育以后呢，就是后来改了。对，幸亏您管得好，要不然就考不上男士附中了。当时黄健翔学习成绩不错，但是今天怎么样，是不是把那些东西基本上都忘光了？我们要来现场进行一番考验，所以要请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前排就坐来。这会儿我想起周军来了，想起来了，这把想起来了。在照片，你跟大帅是一起最关照我的两个，对，带着我踢球，对，你胖了，胖了，而且你知道为什么？小的时候吧，觉得他们都特高，就老有那，就后来就，后来你也发育了，对，就小的时候小学的印象，老觉得他跟大帅都是大孩子，大哥，都是大孩子，都罩着我的，都是罩着你的，对了，个儿特大，什么事都帮着你，你跟现在这个。在一块儿完全就想不起来了，感受不一样了哈。今儿这答题他们也可以罩着你，我来帮忙是吧？对，可以帮忙，可以帮忙。那么你今天挑战的对象呢，其实就是你的这些小同学们，都是丁小今天的这些同学们。但是我们一项一项考试下来，不知道黄健翔今天还能不能够通过小学生的挑战。我跟各位这个学弟学妹说一下，我在学校的时候是三好学生学习标兵啊，考过我不太容易的啊。你们怕不怕同学们？除了老师和同学们，今天还特别介绍一位，你们这个丁家桥小学的现在的校长张义宝老师，欢迎您。张校长你好，我们前天校庆见过。校庆见过。像黄健翔老师这样的著名的校友啊，都给学校带来的新的光辉，新的光芒。所以我们今天同学们要跟我们大学哥大师兄来进 PK， 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我们一定要战胜黄老师，你可得要小心哦。谢谢，加油！谢谢张校长，来，压力大，请吧。来，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环节，挑战你校友。挑战校友的项目是若干道题啊。这个建翔先来选一个你的校友，三号。
三号。三号哪位？谁呀？三号谁呀？来，哎呦，哎呦，来大姑娘，这都是重量级的选手。哎呦呵，来，这位领导这边请。三道杠，好厉害！领导怎么唱着二人转就上了？啊，这位领导介绍一下自己。黄大爷好。黄大爷，大家好，我是苗璐。来自沈阳市铁西区星空四校六年级。今天你遇到的是明星校友联队。怎么到我这儿规则都改了呢？你擅长什么？我比较擅长语文。请看大屏幕。这个字儿有几种读音？哎，这你都甭说这个啊，咱问他。建翔，有几种读音？我们都不认识这字儿。一种说，我跟你说，哪儿哪组个词儿？爸爸去哪儿？就是这是哪里？哪里？哪？嗯。然后哪里哪些？哪吒的哪吒两个。然后在口语里还可以有哪个？这是哪个？哪个？三声。哪应该有这个？哪天？那还有轻读的那个，咱们这个播音员主持人考过，有轻读那轻读的那，是吧？轻读四个，还有没有？就这四个吧，就这个啊，哪有人？领导，只要你再说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只要你能说对，就算你。哎，我从头说好吗？好，从头说。哪？这我说的对啊，你这是说了五个呀？啊，他说五个词儿来，啊，对一对五个词儿。奶。哪个？还有奶的发音呢？哪个？奶啊，哪个啊？哪个啊？对对对，哪个？还有啊，哪个啊？哪吒。那还有轻读。轻声。哇，人家说出，人家说你没有奶。输在哪个音上了？我把它说成了哪个？哪也有，但是还有奶啊！这道题这个苗领导胜出是吧？嗯，哎，来苗领导这边请。您看这领导就是不一样，三道杠就是不一样啊！我问一下我的班主任老师，我在小学的时候好像没混成三道杠吧？两道杠，你是中规体委。哦，我就混到了两道杠。你比他少一条。所以我到现在遇到三道杠还是没说，还是被人就是赢了。你看看，你挑两样。两样。快挑！开钱！公司能让吗？能让。来吧，再见。谢翔，刚才这是一个多音字的题哈，主持人要认识很多字，而且不能念错。你在解说过程当中念错过哪个运动员的名字吗？我觉得这特别容易犯的错，经常念错，是吧？啊，这是有的时候是因为翻译过来那个，如果是外国人的名字译成汉语啊，倒无所谓了，就是有的时候会把中国人的名字也会念错，比如说呢？比如说，当年女足呢有两个姑娘，一个叫赵丽宏，一个叫温丽蓉，在女足最辉煌的时代，两个主力。说他们的比赛说的很多，这俩名字老挂在嘴上，但是呢，那个年代正好是赵丽蓉老太太最火的时候，当然老人家现在已经故去了，对，所以呢，我就提醒自己，千万别把赵丽宏说成了赵丽蓉，也别把温丽蓉说成了赵丽蓉，但是呢，你越这么想，就越说成赵丽蓉把球传给了赵丽蓉，直播的时候，对。后果呢？后果就是可能大家都乐了呗后来就是发现你不能强迫，不要强迫记忆这个错误的信息。嗯，你越想，越绕不过去。嗯，你不想这事儿，倒没事儿了。你们怎么背那些资料？以前没有电脑和网络的时候，那真是就靠记忆嘛，靠平时做功课，所以这也导致我大量的失忆。不要给自己岁数大记性不好找借口。对，我一点不是找借口，我承认我岁数大记性不好。我们给接下来我们给你一些资料啊，好，一些关键词的提示啊，让你再想一同学啊，这回你要再想不起来，那就愧对母校了，是吧？行吗？行，看大屏幕，来看大屏幕，球友啊，
然后打群架。啊，打群架，有这事儿吗？待会儿我问问我是打得赢的多还是打得输的多。还救过我。这个我不记得了，但是待会儿听他说说吧。同窗一年。同窗一年的。啊，我有点想法。同窗一年。豆腐脑呢？豆腐脑这事儿我就基本上可以锁定这个人了。锁定这人了啊。帮我写作业。是我帮他写作业吧。谁？帅精平，大帅啊。帅精平。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。哇哦。进球方式，这是进球方式。终于见面了，终于见面了，同学。多少一个字？两位主持人好。你好。状态挺好，状态挺好。我接到的。为什么同窗一年就想起是他来了？这个是这样，就是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呢，大帅上四年级。然后呢，我就混进校队跟他们踢。然后等我上四年级的时候，他还在四年级，他就跟我做同桌。然后等我上五年级呢，他还在四年级。我那时候成绩不太好啊，他踢球踢得好，踢球踢得好。他后来就特招进了那个跟体校挂靠的中学了。他踢球的时候，他在后面捡球，知道吗？啊，你说的捡球，他俩球童，在北京话讲就球屁。还有一个是，他为了踢球。他在帮我写作业，对，就你上一踢球，我为了混进校队帮校队主力大腕，他帮你写，帮大明星写作业，他那会儿校队老大，对吧？这是大哥哈，对大哥带着你还救过他，你记得了？救过，救过他什么意思？那他想不起来了，给你。你上小学的时候，你回家的路上，你爸爸给你一个什么那个烂球，像排球也不是足球一样的破球，回家踢啊，踢到以后你跟那个我们学校大概五年级学生嘛，比你大，比我还要大一点。不在抢那球，跟你打起来了，跟我打架，打架，你三个打你一个，正好我路过，你给他打的鼻子还出血了，你知道吧？你手也挖破了，打得哭了，在里面，真的是两天更好，记得吗？你记不得了？最好我过去骂你啊，你记不记得？我以为我打架很英勇，他忘了，合着你就不行了是吧？你看我三年级，三个五年级的，三个五年级个啊，对，打他一个，我要能把人家打得满地哭，他不行吧？我现在直接就练散打去了，这是您拔刀相助是吧？对啊，不是，那你才四年级，你怎么能一个人打跑三个五年级的？他其实哪儿吗？他到底在四年级，其实应该上六年级。大帅今天来主要是看建翔已经撑不住了是吧？对，要助助脚。对，一会儿让这个大帅，但是考学习这事儿他不灵啊，不灵的，踢球行，我一会儿看看，来大帅请坐，我们一会儿看看你能不能帮上建翔啊，你请坐，哎，来我们继续比赛，继续比了，好嘛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小学生的这个作业难着呢。甭说小学五六年级了，小学一年级拿到数学题回来，我一看都晕，是吧？但是这长期能够沉淀在小学，就不会有这个困扰啊。对，比如像大帅，应该就不会有这个困扰。各个不同年代的小学的打法，他都熟，都非常熟。你要不然挑一个，或者大帅，或者谁帮帮你？我挑一个帮我的啊。不，大帅，我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这事儿他帮不上。打架他行，我觉得我挑个女生吧。为什么呢？女生现在有了孩子，她会辅导孩子做功课，她对现在的小学这一套打法她熟。来，周丽来帮我一忙。周丽，来，老同学。我们再选一个。来，刚才选的三，接下来我们选五号。你孩子多大了？孩子17岁了，哎呦，那完了，你已经不辅导小学作业了，已经辅导高中作业了，对小学这套也不熟。这个建翔啊，一看就是那种小学那种精灵古怪班干部，学习又好，特好欺负男孩那种学霸型，特别自信的那种，你要小心。你是这样的吗？是。来自我介绍一下，学霸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星城小学三年级二班的刘静一。哎，怎么到我这儿弄了个明星校友联队来介绍我啊？这个什么意思啊？这个，来，我们你来挑一个题目。那我就选语文。又选语文？又选语文啊？语文其实建翔还是长项。
来吧，那就咱考一道语文题。考一道语文题啊！你们俩，你还是数学好，你语文，你语文行吗？我语文比数学稍微好一点。你辅导你孩子的功课吗？在他小学的时候。小学时候能辅导一点。能辅导啊？那行，就全靠你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请看题，大屏幕。请写出以下昆虫的学名。以下昆虫的学名。我就看字儿，有时候越熟悉的字儿，真到自己写的时候，提笔忘字儿，对。OK， 时间到，我们看看，来，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。啊，正确答案，蚂蚱，蝗虫是一种。蝗虫为什么不是学名啊？啊，蝗虫是另外一种，你看着跟蚂蚱有点像，但是不一样。我是看图看错了。体型更大一些。那这道题就毫无疑问是同学胜出了。得，我们俩加起来快100岁了，输给一个学妹。来吧，学妹，来。今天咱俩是来，你为什么这么确定那是蚂蚱？因为那就是蚂蚱。你吃过蚂蚱吗？我不跟他聊了，你继续吧。来，这样建强你考这个题啊。你哎，你小时候逮过那个蝎子虎？你知道蝎子虎的学名叫什么吗？蝎子，你是哪人？北京人。北京房山、啊、北京人叫蝎子虎的没听过吗？没有。房山不这样叫。哦，有不可能。燕帽虎，燕帽虎知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你看没，这都是现在的孩子都叫学名。对，就是咱们那个年代，就是叫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名称，现在孩子都不说了。那你难住了吧？扑棱蛾子，扑棱蛾子，听说过吗？大扑棱蛾子，飞蛾。哎，飞蛾，我很羡慕，我很羡慕他们。他们今天知道的全是学名，哎，但是我又很遗憾，就是他们少了好多乐趣，生动的乐趣。你比如说，我们说啊，蝎了虎的是壁虎，就是那种尾巴会掉。就是爬墙，然后你一碰，哎，对，从你就会长出来那个。嗯，北京老北京讲话叫歇了虎子，歇了虎子还有一个歇后语叫歇了虎子掀门帘儿，你猜在后面是什么？壁虎掀门帘儿，这能叫什么呀？记住了，叫露一小手。姑娘知道什么夜幕虎吗？刚才她说的，夜幕虎，蝙蝠。蝙蝠，北京可能现在都看不到蝙蝠。是不是只能看见蝙蝠侠了？对，我生出来就没见过。这就是今天的孩子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胜出了这道题。来，转身，在礼品柜里面。哎呀，今天我们就是来送礼的，没有。这个，咱们俩，咱们是同班同学，而且在同学的时候，我学习比你好，所以我的责任更大。这样揽责任的，谢谢，再见。哎呀，谢谢老同学，谢谢。我干脆就把这大帅对，反正已经都这样，物极必反。大帅来吧，这样保证礼物是能送出去。对，来吧，大帅。我们下一个选一个7号，这是我喜欢的号码啊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范百元，我是来自南京大学附属丁家桥小学6-1班。我平常有许多爱好，其中我最喜欢打篮球和跆拳道。我个人的体育成绩也非常好，而且我非常喜欢唱意大利国歌。你是用意大利语唱吗？啊，对。来一个吧，来一个。Fratelli Italia。Italia se desta dell'emo di Scipio se ci sta la destra dove la vittoria le pogra la chiava se siava di Roma di Tirolo a quello就是一般那个球赛大型比赛之前，对两个队唱国歌的时候，这个旋律是很熟。它那个像一个进行曲的那种，像军歌，有一股披萨味，而且是带着那个，它有一个锣鼓点儿，军鼓那个。它那意大利语发音对吗？这我也没，我也不会。你不是对意大利很了解吗？
但不会意大利语啊。你六年级是吧？啊，对，六年级。那你强项是什么呀？强项语文。语文啊，今天跟语文干，倒霉在，我倒霉倒霉在语文上了。大帅的强项是什么呀？踢球和打架啊，不是，还有就是四年级语文。后来跳级了，后来跳级了，上到四中吗？对，直接中学了。那就语文题吧，行吗？得，满员来，请看题。啊，坏了，大帅，这问题不是考咱俩吗？一问三不知，说的是哪三不知？一问三不知，说的就是咱俩嘛，你不知，我不知，他也太……我们也不知。不是，那这正确答案还是要写一写的。你就是哪怕是你我他，也是三不知。你知道一问三不知是哪三不知吗？他不知，你不知，我不知，对吧？我们问一下我们那个其他老同学，周斌，你知道吗？咱们问李老师，李老师一问三不知是哪三不知啊？小学里就学这个。就跟你所说的，你不知他不知，两位主持人也不知。那么就按照李老师说的给答了。对，谢小玲，李老师说的对吗？对。大帅，就咱俩还跟小时候一样，对，凡是考试的事儿。还得我上，还得是我上。好，正确答案，你不知，我不知，他不知。看看范百元，题经过结果啊，因为那个《左传》里面有一段是这样的，说的是就起因、经过、结果。他说三不知，也就是不知道起因和经过和结果。你小学六年级，小学六年级就读《左传》，对对对。现在我们小学。没学过古文吧？他是这样，他专攻《左传》和意大利语。哦，怪不得他们擅长语文呢。对对对，关键这由他们先挑题，这个我是没辙。他《左传》里面叫始不知，开始的时候不知道，中不知，中间也不知，中间哎，但是它是一个中心的中啊，中不知，还一个中不知，就是终结的终结的中啊，始不知，终不知，其实意思就是你不知，我不知，他也不知。还有现在那个，就小学教育比较就重视在国学方面进行一些教育。哦，你看我们小学的时候就没有太多的国学教，就是读一些《天龙八部》啊，《射雕英雄传》这些古典名著是吧？来吧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来，这个节目组请我来做场节目，亏了，亏了啊！每关都是往外送礼。这个范委员来，回头到这个礼品柜自己挑。照这个趋势下去，这个准备的礼品放个大个的吧。啊。啊，就不知道，就这个啊，哎，下面有，有一大个，下面有挂烫机，多好啊！哎，不用，就剃须刀，没用啊，就剃须刀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就是我爷爷用的剃须刀，那是比较老式的，然后有的时候会出一些故障，然后给他就是买个就是现代版一点剃须刀呢，就他比较好用一些，而且我爷爷今年过七十大寿，我想把这个当做礼物送给他，非常孝顺的，送给爷爷的剃须刀，谢谢范百元，谢谢，再见。我们学校的校风就是这样，首先是自信，对，我们不怕失败，但是我们的特点是屡败屡战，屡败屡战，而且我们自己认为自己不一定输了。你要是在今天一直输下去，会哭吗？我估计我不会哭，但是导演哭了，礼品发不够了，来挑一个，选一个大俗数，八。三道杠走路那样都不一样啊，雄赳赳气昂昂的。这位领导您好。大家好，我叫吴国宇，我来自南京大学附属丁家桥小学的五三班。哦，我今年十一岁。十一岁，擅长什么？我的兴趣爱好是玩机器人。玩机器人？怎么玩？就是参加过，我在美国获得过全世界一等奖。哇！你直接看上哪个礼品直接拿走行吗？不要再羞辱我一遍。你的机器人当时完成了什么任务？当成完是在四个房间里用一台机器把火灭了。我的天哪，你才十一岁就这样了。那咱们今天就考你，这简直不是超常，真是不正常了已经。那咱们今天就考我今天是跟你比数学题。当时黄健翔是数学课代表是吧？对啊，
陈老师，我当时数学还不错吧？数学100分。啊，满分。行，那来，我们开始出题吧。来，今天请看我们下一道的数学题，吴国语出题。这个我得请陈老师帮忙了，我得。嗯。看题。根据节奏，写出乘法算式。啊，这里边根本搭不上啊，这没有桥段啊。来写，写完了啊，写完了都。汪汪汪是几乘几？汪汪是几乘几？这哪想得出来啊？同学们，你们会吗？不会。会。来看一看，看一看人家那正确答案。乘二。哦，是这意思。啊？一乘十。哦。这什么意思？汪汪汪汪汪是三乘二。啊？哈哈哎呦我的妈呀，数与代数没学好，这个其实就是信息差、就是现在小学生天天就弄这个事儿、所以人家对在他们看来这事儿是特别简单，每天做的训练，是这意思吧？是是一年级的。为什么汪汪汪汪汪汪就是三乘二呢？那对，说你说。因为汪汪汪汪汪汪出现了三出现了两次，而且每次两个中间都有三个汪汪汪！哦，就是所以三乘以二。来，后面那位身材健硕的兄弟。阿姨，因为一组有一个啊，一共出现了四组啊，就是一乘四。还有，我想说，都说完一组了，第二组你还不能用举一反三想出来，真是太逗了。那这个二乘三还用我们告诉你吗？我都把题忘了。行了，恭喜八号小朋友，来，这个吴国宇根本用不了你那些计算机技术，对啊，来，都够用啊，那个小小礼物，黄健翔叔叔送五年级都可以玩机器人，可以操纵智能机器人的人，让我们大的数学，他们都不挑大的，要是刮胡子不挑大个的，你看送给谁的？送给我爸的。你爸的？你爸平时不刮胡子？不是，是因为他们经常不回来，天天基本上都每星期只能回来一两次，所以我就想让他多陪陪我。哦，那是工作忙。嗯，对。哎，这孩子这两句话把我眼泪差点输下来。我想想，我也是经常好几天见不着孩子啊。是，行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多好，来挑一个。那来我挑个四号小朋友，周斌，你来吧，最后要跟我一块丢脸了，来介绍自己。我的名字叫做蒋梦冉，来自南京大学附属丁家桥小学51班。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，跟你孩子我喜欢唱歌、跳舞、画画、昆曲、走模特，谢谢大家。蒋梦冉特别好，蒋梦冉那个。咱们不考那些数学呀、什么那些，咱们都到生活题给他考一考，行不行、请看题目啊。你在一分钟之内写出什么是酒驾，什么是醉驾？这两件事我都没干过呀。酒驾，它大概跟那个就是酒精含量有关。对，没错，是每百毫升酒精含量20吧，咱们这些算酒驾。嗯。醉驾是应该50毫克以上就醉驾了。50毫克以上就醉驾了。50，确认50啊。还得坐地。就是20就算酒驾，50就算醉驾。时间得点一下那个手写笔。时间写一个吧。他听老同学的，听老同学的。60啊，老同学说。20、60写完了吗？20、60，人家写的什么？20、80。20、80，酒驾是确实，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20毫克就是酒后驾驶啊。醉驾是60还是80呢？正确答案是80毫克。哦，那这样，那个小蒋应该自己来挑礼物。哎，其实这个环节不要分什么胜负，直接让孩子拿奖品就完了。哎，对，直接来拿走就完了。我就是来派送礼物的。对，非常好，谢谢小蒋。好，谢谢小蒋。本栏目由飞科电器独家冠名播出，用心科技，用心生活。本栏目由宝岛车业特约播映，感谢由飞科电器。
特别提供的奖品。我的校友是明星节目的精彩视频，您可以关注爱奇艺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腾讯视频和迅雷看看。欢迎关注新浪娱乐，获得更多节目资讯。关注百度贴吧、人人网节目公共主页，参与我的校友是明星互动活动，赢取精美奖品。观众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来参与我们我的校友是极品的话题讨论，欢迎大家爆料校友们做过的最极品的事情，期待看到大家分享的各种有趣故事。来，请谢谢黄健翔老师。谢谢周斌。你看都是陪着我丢脸的是吧？对啊，哎呀，说实话不能怪你，他们因为陪着我丢脸吗？是我坑他们吗？他们会觉得因为有了你这么一个同学而倍感耻辱，以后上街都得戴口罩戴墨镜。对啊，千万别让人认出来，热泪也不能承认说这气质都没拿出来是吧？所以我们丁晓就是有这个气质，怎么着我们都能够积极的正面的看待这些现象。这是张校长最爱听的话是吧？哎，这种点头啊、我觉得你有必要跟自己的老师和校长啊，特别是要教过你的老师，你有什么表示没有？肯定是不合格的学生给老师丢脸了，上前一步给老师来一个郑重的表达。好，来吧。李老师、陈老师，对不起，今天表现很糟糕，老师我错了。没有比过这个，我小学毕业都30多年了啊。没比过现在在校的这些小校友、小学弟、小学妹。哎呀，看来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。30多年前，我们小学哪有他们学这么多啊？是不是？他们现在真不容易，学的真多啊，但就是感觉操场变小了点啊，然后他们的体型好像比我们那会儿都丰满了一些，没有你们小时候我们一个野劲儿。我们一个班就俩小胖墩儿，现在举目望去全是小胖墩儿，而且小眼镜所以咱们羡慕他们现在什么都懂，但是他们也应该羡慕咱们到时候能够有地儿撒野。对，没错，起码他们很少有学生敢自己上下学走着上学放学的，都得家长接。现在没有这个不敢自己上下学走着去走着回来的了。啊，我们听一听两位老师对今天健翔这个表现的评语。还给个评语是吧？还给评语。来，都毕业30多年了，又来了一回小学评语，我这小学重读了。来，陈老师，您说，黄健翔同学，今天的表现令我们感到很惭愧。没想到岁月如此无情，我们当年的得意门生却屡次败给了小师弟小师妹们。虽然这样，我们对你还是充满希望的，相信黄健翔同学会立即努力抽出时间多多补习，今后一定能考出好成绩，常微笑看看。一定的，一定的。我申请回今天上小学去补习跟班，旁听他们的数学课、语文课，要不然真考不过他们。就回炉重练啊，基本上是这个意思。还要好好培养。我可能比他们有的同学的父母年龄都大。我特别感谢两位，我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哈。就两位老师今天其实是一个他们平常就真的是写给同学的那种口气、口吻和笔体来写出这个字。是陈老师写的吗？啊，我还认记得陈老师的字。陈老师字你还认得？工工整整的。常回校看看。一定啊！学校就是你的家。好，一定好。让我们有请所有的健翔的同学们来，都到台上来。来，这会儿认，这会儿敢认了。哎呀，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同学们，跟我们欢聚一堂。我们两个临时班主任现在也该下岗了。但是最后有一个事儿，我听说林家祥小学历史悠久啊，有一首歌是学校同学都会唱的校歌，是吧？咱今天就一起在唱歌声中结束今天的这个相会。我们小时候丁家桥小学的校歌，那我们跟着师弟师妹唱吧。来，中山装，长江长，我们的学校在中央，万物秀丽烟波波，
收看这期天津卫视《我的校友是明星》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天津卫视传递生活正能量。